今天是我们到了第三个陕北的安塞区这个地方的大力丸用户，也是上了一次的彭大肥，我们也到了第三个果区来回访啊，基本上情况跟我们前面看了两次的情况都一样差不多啊，叶片落叶的问题啊没那么严重，但是也差不多，因为这里的海拔比较高，看它的果形基本上在树上的都非常的大，随便摘每个果皮都非常的亮，褪白的颜色，阳光出来之后上色就会很明显的。看这个是第三个果区，农户也非常的认可。那个是你种了吗？没注意。啊，就来年就这个就不是，来年这个居家养殖，我都不敢养，不然就打不了。